成扬鞭，万马嘶吼是你英雄的出场，生死一念天地无垠，红日蓬勃也比不过你豪情万丈，逐鹿中原你就为了那一天，夕阳下我望见你调转马头，一名士我接过你千军万马，我们是兄弟，血脉相连的兄弟，同把热血浇灌深爱的土地，为家国为梦想升起希望的图腾，这是你的光荣与梦想，也是我的憧憬与渴望，爱与恨的交折，血与肉的拼杀，其实在硝烟中飘扬，这是你的光荣与梦想，也是我的憧憬与渴望，爱与恨的交折，血与肉的拼杀，其实在硝烟中飘扬，飘曹大人众猛刚烈，锦州被围，您不但没有率兵逃走，而且机缘怂身，朕非常钦佩大人的忠烈，望大人可以放下成见，归顺我大清。呸！谁稀罕你们满清的那套欺人衣冠？我曹变教生是大明的良将，死也是大明的忠魂。皇太极让我相亲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，怎敢胡言？德贵。曹大人，朕是惜才，也是真心爱才，我大清会把每一位良将视作珍宝。皇太极，我今天杀不了你，愧对大明，愧对百姓。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还敢称皇？还望大人三思。我大明虽已衰败，但我绝不背弃，为人臣子忠义在前，你皇太极假仁假义，以为我就会相信？我曹变教是绝不会同意的，只有那些贪生怕死的软骨头才会投降于你们。曹大人，曹大人，皇太极以身殉国，英灵长存，我们来生再战吧。誓死跟随曹将军，别指望我们会屈服，做梦！皇上，臣吴克善奉旨前来报道。吴克善，
多亏你及时赶到。臣接到皇上的旨意，日夜兼程，但还是晚了一步，请皇上降罪。你不但没罪，还立了大功，朕会好好嘉奖你的。谢皇上。看到了吧，这就是汉人的可怕之处，不是大炮，不是兵卒，最最可怕的是这种信念。要是所有的汉人都像他们这样的话，我大清一共才几十万兵力，如何能统一天下？皇上，皇上，你怎么了？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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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穿军衣，快穿军衣！皇上所患鼻衄，乃素行夜寐、宵衣干食、操劳过度所致。赶快想办法治啊！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办法呀。不碍事。报，禀皇上，这是皇后娘娘送来的急报。皇上，陈妃娘娘病情严重，十万火急，折折。皇上，怎么了？陈妃病得快不行了。你们全都出去，都有姑娘留下。这皇上，刘尔衮，朕决定回去，朕一定要回去，不管有什么挡着，为了陈妃，朕都得回去。皇上，我明白。你不会觉得朕很自私吧？在这个时候离开战场，离开浴血奋战的八旗将士，怎么会呢？我能理解。皇上对陈妃一往情深，我想换谁都会体谅，都会明白的。朕不走，朕的心会被活活的撕扯碎的。可朕走，朕的责任和愧疚又会折磨着朕。现在是松紧战场上最紧要的时候，皇上，如果您信得过多尔衮，您就放心的回去，把这战场留给我，我帮您打完这场仗。多尔衮，这正是朕想托付于你的。战场上必须要有主帅，必须要有灵魂。
朕把这衰印交给你，朕走后，你要替朕指挥这场战争，为了朕。这场仗，多尔衮一定不负重托。外面风大，要不进屋休息吧。我要在这儿等他回来，等皇上回来。姐姐，皇上一定会回来的，他一定会回来看你的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玉儿，姐姐，我求你一件事情，姐姐请讲，但是无妨。姐姐，什么事啊？你说吧。原谅他好吗？原谅皇上，好不好？皇上也有他的苦衷，也有他的隐痛。别人都只看到他高高在上，威风凛凛，都敬畏他，惧怕他。可是只有我，看到他内心的凄惶，内心的孤独，内心的无助。他装着坚强，甚至强势，可是他内心偏偏又是最细腻最柔软的。别看他睥睨天下，呼风唤雨，可脱下了那身龙袍，他不过是个普普通通血肉做的男人。他坐在那把龙椅上，看似万民敬仰，受人朝拜，可实际上却是高处不胜寒。那个位置竟是孤独，竟是冷风。玉儿，姐姐答应我，原谅他，打心眼里原谅他，好吗？不管他曾经怎样对待你，不管他曾经怎样伤透了你的心，都原谅他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你。有些事情我要告诉你，我连皇上都没有说过。也许是我自私，也许是我胆怯。皇上在梦里曾经不止一次地唤着你的名字，我没有听错，他真的是在唤着你的名字。皇上他依然爱着你，连他自己都不愿意承认。玉儿，你伤透了他的心，才让他痛得如此彻底。他若不在乎你，他何必这样对你？何必一次次的让你痛，一次次的让你肚子发疯？无非是因为他不甘心，他只是想拼尽一切力量走进你的心里。
姐姐，你别再说了。玉儿，我走了之后，你要替我好好照顾她，替我照顾她开始衰老的身体，替我抚平她内心的伤痛，去倾听她内心的孤独，在她需要的时候去扶她一把，搀她一把。我有幸走进她的生命，有幸用我这微弱的躯体和心灵带给她爱，带给她温暖。我感谢老天爷让我今生遇见他，让我这苍凉的生命也有了些许温度。可是不幸的是，是我福薄，我也很愧疚，没有办法才陪他一起走完这后面的路。姐姐，皇上，喝点水吧。皇上，你怎么了？皇上，身体要紧，要不我们再歇歇吧。我也是。高露，姐姐，皇上，我有幸走进过你的生命。感谢老天爷让我今生遇见你，可是我福薄，没有办法陪你走完后面的路。皇上，我等不了你了。姐姐，你看。
你看看朕，你可看看朕。皇上，陈妃她等了你很久，皇上，请您节哀。是谁让你来的？谁让你到这儿来的？你为什么不等朕？为什么就不肯再等那么一会儿？朕赶了三天三夜的路，一刻都没有歇，就是为了看你，就是为了回来看你。这你说，皇太极是什么意思吗？就为了一个妃子，扔下十几万大军，这拍拍屁股就溜了。十二哥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？怎么了？我心里就是不舒服。凭什么我们在这拼死拼活，跟明军拼得昏天暗地的？他倒好，溜了，去见自己的心上人。你们说，我们还打什么呀？为谁打呢？为大清。
为列祖列宗的基业。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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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尔衮，你脑子醒醒吧！啊，那先前皇太极是怎么对你的？哎，你怎么到现在还替他说话呢？你知道外面人是怎么说你的吗？我这个当哥哥的听了心里什么滋味啊？够了，十二哥，你别说了。我怎么不说啊？多尔衮，你要是有血性的话，那趁着现在皇太极溜回去了，啊，你索性就在阵前起兵，我去当哥哥的肯定站在你这边。十二哥，你知道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罪吗？哎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你想想，多尔衮，这陈飞一死，皇太极肯定是大受打击，这不是最好的机会吗？我听了军医说，他的身体现在也出了问题。十二哥，你给我听好了，皇上把这门帅印交到我手里，就是把大清的命运交到我手里。他既然信任我，我也得配得上他这份信任。如果我还有一点良心，还有一点仁义，我就不能干出临阵倒戈、趁人之危的事情。那样，哼，我就不配当爱新觉罗家族的子孙。我现在是松锦大战的主帅，所有人必须给我同心协力，团结一致。若是谁敢有二心，怨言背行，我绝不姑息。哼，哥，如今皇太极走了，那谁听你的？我会让他们听的。嵩山城内探子来报，洪承畴近日将有大动作，我估计他是憋不住了。是，城内粮草皆光，困在城内等于是等死了。看来我们这次围城打援的战略已经奏效了，我们以少困多，生生把明军的主力给他耗完了。那还不是我皇阿玛英明，所有的战术战略都是他下的，他可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40年的老将，我们在座的所有人连他的皮毛都不如。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我皇阿玛才是松锦大战的总指挥，要不是他这次御驾亲征，能有这么好仗？阿哥，现在各旗都在死死围困诸城，香兰旗困着锦州，两黄旗困着杏山，两红旗守着塔山，多多的镶白旗围着嵩山有点吃力。你的正蓝旗能不能从大兴堡抽调出来一部分兵力支援一下嵩山呢？什么？那你的正白旗呢？你倒挺会舍近取远啊！正白旗就在嵩山旁边，你却让我大老远从大兴堡赶来。多尔衮，你可以啊，耍我是不是？我的正白旗守的是嵩山和杏山之间的交通要道，这是明军的咽喉，我必须掐得死死的，不能有半点松懈。而且我想洪承畴此次突围的目标肯定也是要夺回这个要道。是啊，看情形这也是洪承畴唯一可以逃命的路线，如果粮草运进来，这也是他活命的唯一通道。皇阿玛真是糊涂啊，居然把帅印交给多尔衮。这下倒好，那小子可以骑到我头上作威作福了。肃亲王别生气，现在帅印在他们手里，我们是抗不过的。我就不服气，凭什么让他来指挥？那怎么办？那这蓝旗到底是动还是不动啊？动，当然得动，不然我就是明着违反军令。要是让那小子抓着把柄，还不得把我给弄死？不过，我也不会那么乖乖的听命。哼！我一定要让他尝尝，敢骑到我头上的恶果。Thank you.
杜亲王，明军杀出来了。杀得好。郑兰姬听令，向东南方向撤五里。苏亲王，往东南方向，岂不是要让出西南方向的出口？没错，我就是要让洪承畴杀向多尔衮。我没必要在这儿跟明军拼命。我要是拼光了郑兰旗，苦劳是我的，功劳却是他多尔衮的。我凭什么？我一定要杀死多尔衮兄弟的锐气。这要是追究起来，追究？他要是活着，可以追究。但若是他死了，就只能去阎王爷那报道。帝王，郑兰旗援军他们人呢？他们驻扎在锦州外围，为何现在还不来啊？女婿王，郑兰旗他们朝东南方向去了。东南方向？他们眼睛瞎了吗？没看见洪承畴的兵力在这儿吗？好，豪格，你这混蛋！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皇上，天凉了，披件衣服吧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是可怜朕，还是同情朕？或者就是想看到朕落魄的样子？不是的，都不是。朕虽然拥有着皇权、荣有、地位，却还不如这脚下的泥土，不如随风而去的水流，他们都伴着他的方向，也再走了他的方向。皇上，姐姐永远在您的心里，谁也带不走。兰儿给朕留了封信，他要朕原谅。你说朕该怎么做？我再聪明，也爬不进皇上的心里。朕现在的心是空洞的，你说朕该怎么做？你想让朕怎么做？皇上，我不是姐姐，所以我替代不了她，弥补不了这个空洞。如果我能，我怎么会不能？真的是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痛。你回永福宫吧，那是兰儿最后的心愿。多多，今天就算你不死，丢了嵩山的罪名也够治你死。报！肃亲王，洪承畴突出重围，向西南方向杀去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看好戏，就让洪承畴灭了多多，再灭了多尔衮。什么？
洪承畴突围了。豪哥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怎么？洪承畴没有杀向多尔衮，而是趁我们不备抢粮仓了。抢谁的粮仓？正白旗还是镶白旗？我们正蓝旗的粮仓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，杀回去！走走。我有什么话说？我能说什么？无非就是我部署不当，以为洪承畴往东南方向突围，没想到往西跑了，仅此而已。浩哥，你还狡辩，明明是你见死不救，故意放了缺口。多多，本来嵩山就是你守的，与我无关。再说了，嵩山突围也是镶白旗守城不利，要治也该治你的罪。你多多，豪格，我给你两个选择。第一，从正蓝旗调784名士兵补给镶白旗。这凭什么呀？挖我的兵去补给你弟弟，还是你帅印摸多了忘了自己是谁？豪格，太过分了。你不补也没关系，但你要即刻领了你的正蓝旗回盛京去，向皇上一五一十的汇报你打道回府的原因。为什么其他七旗都在坚守战场，独独你正蓝旗守不了？那如果我补了镶白旗的损失呢？我从我正白旗的粮仓里拨粮草给你们，让你的正蓝旗留下继续战斗。多尔衮，算你狠。哥，你真厉害，豪哥跟你斗，他还真嫩了点。这下我看他的蝎子尾巴还怎么翘起来。多多，嗯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说。我想跟你借点粮，毕竟正白旗已经拨了一半的粮草给他们，所以你得先匀一点给我，回头我再拿私房钱去筹措正蓝旗被烧掉的那些军粮。但从辽河运过来，你知道需要3-4天的时间。哥，你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吗？打虎亲兄弟吗？难道让我向李亲王或者郑亲王去接吗？行，我知道了。我镶白旗还不是你说了算吗？哥哥，您怎么了？皇上不是让您回永福宫了吗？
这是好事啊，总算熬出头了，您怎么还难过？我不知道，我心里好难受，我还以为我会恨他，可是一刹那间所有的恨都崩塌了，我突然感觉我的心好痛。我之前为什么要恨他？为什么要惧怕他？我为什么花了十几年的力气只想着怎么去敬畏他，却从来都没有想过他的孤独，他的茫然。或许我从来就没有读懂过他。皇上，你来干什么？皇上，您可回来了？您若是不回来，我和伯公儿也就没命了。皇上，皇上，陈妃她不是病死的，她是被人害死的。你说什么？皇上，陈妃她是被您的大玉儿给害死的呀！你把话说清楚。您不在宫里的这段日子，大玉儿仗着皇后撑腰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，根本就不把您的旨意放在眼里。您也看到了，陈妃死的时候，就她一个人在边上，她不是应该在冷宫里吗？居然堂而皇之的住进了官居宫。皇上，她这是想干什么？她用得着我说吗？胡说八道！你嫌朕还不够烦吗？皇上，可怜的陈妃呀，你可真是不幸啊，居然有一个那样歹毒的妹妹。皇上，大玉儿一定是认为陈妃夺了她的宠，害她住进了冷宫，母子分离，所以在趁你不在宫中之时害死了陈妃。大玉儿与多尔衮的事，皇上您也是清楚的呀，还有那个什么所谓的九阿哥，保不准就是他们俩的孽种。够了，够了，出去。皇上，你要再说，朕让你给兰儿陪葬。滚，滚。平